อันนี้ฮะวีดีก็ไอ้ทนวะทนไอ้เปิดมันคุยหน้าเก่งทำไมกองแกกองแกยองเหรอใช่ไอ้ก็คือกองแกอ๋อแล้วถึงว่าชัวชัวจีอันชัวเซบะ对啊，哎，我那在故乡一样。你看他大学问哪了关系？你给那吃的他不吃饭，那么多白吧？哎，那个伤心啊，哎，比的个，哎，吞哇吞哎。因两个人无可能分开，两个人看法真迄个，再搁教人生一个。你无感觉安尼剧情就？袂啦，一个查甫教伊一个姐姐，啊，迄个妹妹要安怎？啊，生啥迄个？迄个就爱娶，你要安怎？分开迄种啊，袂分开哪下紧？啥物公家啊？公家用哦。嘿，迄个是公家。有啊，公家足多，下底边个？哎，较早拢安尼，安尼过年做伙阿爸阿姨啊闹发达。哎，两个查某三个一个阿妈有啊，都有当安尼，大家就安尼三个做伙做伙啊啦。啊，我离婚结婚嘞都有啊，当然无。此次的计划就是在面对一夫多妻制采开放心态的阿妈，若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孙女若是这样的多人关系，阿妈又会如何看？待这一切。哎、欸，阿妈你好，来给你看。阿妈，这是给你吃的。哦，阿妈，这真啊，真水。我想到最近都要带来看，给你介意。阿妈，你看，真吃。我刚刚甲爸爸讲，所以我先就是带你看。你个好给力。阿妈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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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刷的后面。好，开始，我可以再点点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那先从这点。哎，好，这点。好。安娜，妈，起来了。哎，我那个，你是讲的门牌啊？你问我。你妈这样好不？好没错啊。妈妈回来啊。妈妈。小玉啊。哎。哎，你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嗯，介绍。这个来就是想要甲你讲，因为我想要娶志安，娶细路，对，娶志安做我细，嘿。我同意呀，所以我陪伊啦，甲你讲一下，讲一下。我拢叫牙志啊，那是我妹妹。我唔知。你大宝娶我细。就是我两个做位红太医，我现在解脱的等级。我袂晓讲，我袂晓，就我食甲只老母都讲。我都安尼，对啊，安尼，我那不杀你啊！你看人家是问哪样的关系？你看人家是问哪样的关系？哪里个水饺？你那给的卡片，我当然是给钱买不到。心酸问，拜托。啊，真的拜托。拜托。啊，拜托。我是讲你啊，你想要我掏钱？哈哈哈。阿妈，多谢你。阿妈，谢谢你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谢谢。因为定金我让你看那八点档，你讲多人关系都不要紧啊，对不？不要紧，很是我安尼嘛，不要紧对不？哎呀，不要紧。嗯，好啊，你那在开吗？